中职一大犀牛3月24号将在高雄主场开战，不让各队加油妹妹们专美于前。义大啦啦队今年改头换面，除了将以新队名 Rhino Angels 在球场亮相，新成员也在球迷大会上展现精湛舞技，吸引球迷目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Rhino Angels， 让我们介绍一下新的成员。大家好，我是邦婷。大家好，我叫橘子。大家好，我叫 Grace。然后呢，3月24号的开幕赛呢，我们会在高雄的澄清湖哦。那希望义大犀牛的球迷们跟着我们一起加油，让我们一起 fight together！ 为酝酿主场气势，犀牛球团今年将主场设在高雄，不仅增设比赛场次，周边软硬体也统筹规划提升，希望做出在地口碑，虏获球迷的心。你在纽约你会想到哪一队？当然是想到洋基队嘛。你在洛杉矶一定会想到道奇队。所以我想说，我们今年有这个 idea， 就是希望能够大家想到高雄的时候，就会想到义大犀牛。所以我觉得60场在我们高雄是有很好的意义的。难得与球迷近距离接触，犀牛战将们也放下身段，与啦啦队妹妹们在舞台上共舞。尽管模样有些声色斗志，至少诚意满分。Rhino Angel 们也热情与球迷互动，全力拉抬犀牛人气。Right now, fight together, 高雄总冠军。中央社记者张新伟桃园报道。好，也谢谢我们。